天算，你来喽！你最后被送上，这是最后一本的九龙天书，这一段你自己看。 龙珠回归，伏羲前面就会关闭。嗯，这就是讲进入伏羲前面的人，就再也无法回来了。亡灵信任的人，修理一从容。皇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关乎表将千秋万世重责大任。但是我去。 皇兄，从容，你退下。皇，让我去吧。皇兄老哈，这林金将胡诌表将啊，伊那人应催应急，你退下。皇兄，退下。啊！ 你有什么要求？说吧。 我的要求一直拢只有一个，千算。但是这厝我袂拜托你。嗯，我有三兄弟，但是每一个拢走向不同的道路。我想帮助恁三个，但是恁谁也不肯听我的。既然我无法阻止。 那我就只能让自己，卖看见那一步。啊！你去吧，要去哪里就去哪里，要去见谁就去见谁，时间够了。 就回来，嗯，千算，你魂够吗？你是王，你有真侪艰难的决定，我一直拢了解。如果我不是王呢，哈，我也袂分你，因为你是我的兄弟。 兄弟，真多英雄，我就不分贵了。